开箱后取出各零部件，对照装箱清单和对零部件数量，取出可调角垫，装上螺母到中间部位，装上准备好的可调角垫，根据编号先装上两个支脚，对齐并紧固螺丝，翻过平台，注意安全。撑起平台，装上第三个支脚，对齐并紧固螺丝。装上第四个支脚，对齐并紧固螺丝。装上定位螺丝，并紧固螺丝。装上护栏，并紧固螺丝。装上楼梯及护栏，并紧固螺丝。用水平刻度尺校正工作平台，使平台水平，校平后紧固螺母。工作平台安装完成。